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，创造营2021欢乐继续，周深另类声乐课惨遭教学滑铁卢，这一季的学员太难带了。更搞笑的是，宁静怂恿甘望星不要扮鬼了，养成系帅哥进步神速。华晨宇的我管你人气超高，就连无欲无求的利益路修也想要唱这首歌。甘望星是华晨宇的超级迷弟，明知无法驾驭高音，依然自告奋勇的加入到了vocal组，但是有勇气挑战肯定不够的，因为实力不允许啊。甘望星一开嗓，就连周深也要被送走，粉丝爆笑神补刀说，鬼男孩每次唱歌隔壁医院肯定会少一个氧气瓶。甘望星很有自知之明啊，自嘲低音部分唱不好听，高音部分唱不上去，关键是找不到那种酷拽的神韵。损丝再次的补刀说，甘望星不要为难自己，不说话是帅哥，一开口呢就是纯口的土娃啊。确实啊，调教白纸难度太大了，没有想到全能导师周深很有办法，另类声乐课让人拍案叫绝，粉丝们都有点羡慕这一届的学员了。华晨宇的高音普通人很难驾驭，谁都没有想到呢，周深居然想出了按摩疗法，用力的那么一捏，哎呦，那股酸爽竟然是由内而外的声腔自然就打开喽。万万没有想到，现在的孩子抗痛能力超乎想象，捏了半天居然没有丝毫的疼痛感。周深无奈，只能够让他们搬正舞。结果呢，孩子们又嫌弃太轻了，周深惨遭教学滑铁卢，直接气到暴走。可能是小白周的梗太魔性了，就算周深表情严肃，学员啊看见他就想笑。吴恒宇居然就笑到满地打滚。这个周深一边吐槽这届学员太难带，一边夺门而出不想干了。天天盯着小白周实在是太可爱了。不过闹归闹啊，周深的百万声乐课确实是有真材实料的。为了让粉丝找到那种酷拽不屑的状态，周深让大家直面黑屏，这样的教学方式太奇妙了。很多学员不但找到了发自肺腑的宣泄感，甚至激发了内在潜能。周深一针见血，想要驾驭华晨宇的歌，抓住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就对了。经过周深的细心调教，我管你五人组碰撞出了最惊艳的火花。不得不提的就是甘望星了，鬼男孩的唱功进步肉眼可见，舞台上的甘望星是简直啊人间雕塑，精致的五官加上完美的身材比例，精准的阻击审美点，浪费一针都是损失。这男星秒变迷妹，有点花痴的点评，甘望星是用脸杀人的大帅哥。初舞台的甘望星一开口就气质全无，没有想到短短的一个多月，甘望星唱歌居然能听了，塑料烟嗓莫名的有点好听哦，就连 rap 也有了感染力，韩寒气质淡然无存，当之无愧的医学奇迹了。刘玉云夸他的音色有点小性感， Recation 王者韩美娟也夸他进步神速，周震南也惊呆了，可想而知甘望星默默付出了多少呢。当然了，声乐导师周深同样是功不可没的。更搞笑的是，宁静怂恿甘望星不要扮鬼了，明明有王子气质，儿童也很好看，为什么一天到晚把自己搞得鬼兮兮的呢？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您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